来关心到南投福源寮廓，许多民众在偏僻地区发生意外时，可能无法向消防局告知正确地点。日前消防署就设计了一款119的报案 APP， 民众只要下载 APP 就会自动来定位。而一名消防局的张姓队员，他还自掏腰包花了20多万自导自演，拍了5部的宣导影片，趣味剧情也让民众印象深刻。紧急事件发生，一名男子被人绑架，一旁朋友急忙求援，这时被害人口袋里掉出一线曙光。打开119报案 APP， 输入姓名电话， APP 马上自动定位。过没多久，消防队员帅气登场。南投福源寮廓许多地方偏僻难抵达，民众若是发生意外，经常无法输出正确位置。日前消防署设计的119报案 APP 自动定位功能相当方便，因此南投中心被消防局大力推广。其中一名张姓消防员除了自导自演，还自掏腰包花了20多万元拍了5支宣导影片。灵感就是一种生活，跟这些兄弟相处下，我觉得灵感就是一直源源不绝这样子。主要是我们现在山地事故也很多，那对于手机定位的话，会对我们这个整体的报案，会让我们很快速的找到这个事故的地点。意外事故发生时，如何在第一时间利用 APP 求援，趣味宣导短片也让民众印象深刻。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。